行李拖起来。那时候拆开伤口的时候，发现整个苍蝇都围过来，然后伤口是一个大伤口，足底呢整个都没有肉。这是慈济仁医会在定期义诊中发现的个案。医疗志工评估，必须转介到专科医院治疗。师兄姐他们来这里的时候，我还不敢相信，要锯掉了呀，干什么治疗？一次又再一次的来这边，只好就答应他们。慈济医疗团队接手后，以不截肢为前提，先进行6个礼拜的抗生素治疗。直接帮你打个消炎，同时配合每天的清创和换药，复原迅速。这是一位被社会遗忘的落难人，先是慈济仁医会与志工的锲而不舍，接着是慈济医院的专业医疗积极介入，终而又回到社区志工给予长期的陪伴和关怀。